听不懂，搁这屁股都不听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今天小飞要去小院试披萨了，原材料都买好了啊，弄了一箱。今天我特意找了三个试吃员帮我试吃啊。都是谁？朵朵，这是托，还有我妈，还有浩鑫啊，三个人啊，全是托，啥全是托？是不是托？是托啊，托都承认了。这都是我忠实粉丝啊。如果你们三个吃是没问题的话，这个产品就 OK 了啊。期待我的小炒肉披萨和红烧肉披萨吧。下雨的这个小三吃别有一番感觉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就这天吃着披萨，望着山，这叫境界啊。对，这真是还骑着小屋、嗯。哎呀，来，有请我们的行政总厨牙哥闪亮登场。头了，行不行？行，厨房种地啊，闲人免进啊，出去。来来，给大家看看这个小牌牌，行政总厨牙哥，他是双语的，继续的。本来其实定的有一个镀金的一个小牌牌，他妈给路上走着走着给弄丢了，丢了手写了一个。有这没有这牌没这牌，我跟你说，我都是行政总厨。是吧？来吧，来啊，开始吧，开始。今天我打算做五个披萨啊，一个西式的，四个中式的啊。西式的就做一个大虾的披萨，中式的就做一个孜然羊肉的、小炒肉的、红烧肉披萨，最后来一个臭豆腐的臭豆腐披萨啊。这个放到最后可能、啊、对，要不然差味儿。敬请期待啊！那您准备吧，我炖个排骨汤，然后一会儿再整点海鲜，咱晚上吃披萨就海鲜啊。行，那个电蒸锅炖，一会儿还能蒸，特别方便。这是陶瓷气儿锅，里面不用加水，水蒸气直接进去煮汤了，炖出来的汤一点都不油腻。春蒸狗披萨。行政总厨亲自下手，行政总厨这个不一样，行不行？红烧肉、小炒肉、孜然羊肉，开始。我的汤炖好了，炖得特别好，油脂也比较少。来，换蒸架蒸海鲜，这个是不锈钢的，直接摆进去，正好两层，可以一锅出。水有点少，再补点水。这是120度的高温蒸汽，熟得快还锁鲜，蒸出来的口感鲜嫩肉滑。出锅啦，好大烟。配料全部齐了啊，看看哇塞不哇塞。哇塞。第一个，咱们先整个红烧肉披萨，上底料，放芝士、洋葱、青红椒、红烧肉、芝士，再来，还来，再放，多放。行了行了，这亏本了，马上就进烤场。哇塞，塞太好了吧，太好吃了吧，太好了吧，这个闻着味儿都让人受不了了，这丝儿拉的，这拉丝儿拉的哟。嗯，哥了，红烧好吃，好吃。嗯，还有俩人呢，披萨端着，吃饭了。先吃肉红烧肉披萨。嗯，那马上就出锅。妈炒的。喝点糖，这个糖就披萨还可以嘞，是吧？这会儿，香喝的很。来，美式大虾披萨，又来一个。中式双拼披萨，小炒肉那个羊肉，我尝一下这个小炒肉的啊。好吃的味道。好吃，就是好吃。你看，你尝尝，还有一个咱的最大的特色，嗯，臭豆腐嘞。下一波就是啊，哎呦，我天，搁这屁股都不行了，这么这么狠，太刺激了，哎呦，挠一下子上来了，走了走了，好，臭豆腐披萨开始烤。我建议你以后弄一个空白披萨啊，就是顾客来了之后可以随意往里边填，就是 DIY， 对，啊、有客人来手了。我想吃鲱鱼罐头味的，他自己带。我想吃个辣条披萨，他自己带一包辣条往里堆。行，弄一个空白的，啊、嗯，是吧？空白披萨锅呢？看着还是不错的啊。没有啥味。表弟，表弟走了，啥时候走的？咋的？跑了？快！我吃饱了，哥。叫你拿味儿来。表弟，那玩意儿大嘞。嗯，你别说，张着你，这个臭豆腐还挺重的，太重的味儿，好吃，好吃。咱妈现在特别支持你，我做啥咱妈都是好吃，就是好吃的，嗯。刚刚肉吃第一口，感觉到，你要往下吃吧，还行。往下吃，吃出来的是腐乳的味道，对对，是吧？没有臭味了。这个又到咱这的特色啊，嗯，臭豆腐披萨，对。嗷叫！这几天没吃过，也吃饱，还想再吃一份儿。不
不说了吧。